我刚刚发现你的左手很亮，婚戒，婚戒，婚戒。哇，所以今天特地带着婚戒来，是不是？哦、哇，赶快，就是媒体朋友们。我要秀一个。我觉得 自然就好，我也不排斥，赶快当爸爸。因为其实生小孩我是非常 OK， 可是因为生小孩是女生的身体会有很大的改变，所以其实我是很喜欢小孩子，但是如果呢他没办法接受这个改变，我是可以的。所以只要他准备好当妈妈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好往下一个阶段走。一切都是要看女生的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觉得一辈子还是会非常快乐，对，也是会很幸福的。好，先看正前方。好，五军。好，右前方，帮我看一下右前方。我刚刚发现你的左手很亮。婚戒，婚戒，婚戒。哇，所以今天特地带着婚戒来，是不是？哦、哇，赶快，就是媒体朋友们。我要秀一个，这个婚戒那个有什么典故？我没有特别，今天不是今天特别戴、哦，是我每天都戴着。还没登，但是再给他一个戒指。然后接到代理以后，再说好像没有是什么？有啦，就是再找一个他喜欢的日子去。大概什么时候？大概什么时候？我觉得是看他。今年快登，今年吗？我希望快一点啦，对啊。明天。明天。等一下，后天，礼拜一。没有啦，想要挑一个就是更好记的日子，这样。说人夫有新身份，他五二零新身份就是人夫啊，就还没啦，还没。那哪一天你觉得是好记？对，哪一天是好记？我想过他的生日这样。哦，几月几号？我都是以他为主。他几月几号？他是11月14号，考我。我也是等不起啦，对啊，等不起当爸爸还是当姐姐？等不起，赶快去公证，这样他就跑不掉。6月6号。我觉得 自然就好，我也不排斥，赶快当爸爸。所以现在有在？你现在是爸爸了吗？我现在不是，我现在不是，现在是准爸爸吗？有在努力。他好像说他想要想。有人开始都想要，那你不是说要就不要吗？对啊，就是因为其实生小孩我是非常 OK， 可是因为生小孩是女生的身体会有很大的改变，所以其实我是很喜欢小孩子，但是如果呢他没办法接受这个改变，我是可以的。所以只要他准备好当妈妈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好往下一个阶段走。一切都是要看女生的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觉得一辈子还是会非常快乐，对，也是会很幸福。